Hello， 大家好，我系 Mr. Emmanso， 今日会为大家讲解咧就 H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Paper One Session A1 Question 8。请留意画面嘅信息。如果你未曾理解我点解要做啲 tutorial video， 又或者你如何正确地使用此 video， 请你 pause 咗个画面。Otherwise we can go on。OK， 咁第八条咧就系、是、password variation 啦。对我嚟讲咧就呢条嘅感触好深啦，因为咧对上嘅差唔多20年啦。都是有出呢一條嘅password variation 嘅，而對上20年裏邊點解咁開心，而今年就唔係咁開心咧？因為佢出咗喺 session A1 嗰度嘅 ，OK， 甚至乎有一年係移咗落去session B 度出嘅 ，OK， 咁今日佢出咗落去 session A， 咁即係話 session A2 我哋又要再準備好少少啦。好，根據提示啊，咁佢就話。f(x) 咧就係 sum of two parts 啦，既然係 sum of two parts， 當然係加數啦，得唔得？一個咧佢就 vary as x， 咁咪 kx 咯。咁另一個咧就係 vary as x square 嘅，咁你又唔可以話 kx square 嘅，因為咧我哋唔可以確保咧k1 同 k2 係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將佢咧界定一個叫 k1， 一個叫 k2。OK， 好。咁就佢俾咗兩個 condition 我哋嘅，就係 f3 等於48，我點利用佢呢？哦，即係 f3 等於48呢，咁即係話當 x 等於3嘅時候呢，成個 function 嘅值就會係48，所以呢 x 呢就會係3嚟嘅。 OK， 擺返入去之後呢，我哋將 k1 呢就移咗行，做咗做 subject， 咁就方便我哋一陣間做 substitution 嘅啫。 OK， 咁而家 f9 等於198，咁唔使問貴 x 等於9啦。OK， 咁simplify 咗之後咧，就 k1 加呢一個嘅 9k2 咧，就會等於22嘅。OK， 咁啊簡單啦，sub 咗1 into 2啦，跟住我就好快咧就計到k2 咧就係1嚟嘅。OK， 如果 k2 係1咧，咁就 k1 咧就會係13嚟嘅。咁有冇辦法唔用自己人手計呢一個 substitution 啊？有。你將佢頭先嗰兩條式咧，將佢轉翻做一般式先，然之後拍翻 calculator 咧，一樣出翻k1 係13 ，k2 係1嘅。OK， 好，咁所以咧，我哋嗰個 function f(x) 咧就會等於13x 加 x square 噶啦。好啦，跟住咧 B 嗰度咧就好簡單咧，就 solve 一個 equation 就係 f(x) 等於90。咁我哋知啦 ，f(x) 等於90，f(x) 本身就一個polynomial 嚟嘅，或者簡單啲叫 binomial 啦。OK， 咁就係 x square 再加13x 嘅，好咁呢條一條地地道道嘅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咁就為咗等你哋睇得靚啲啦，我試下改一改啦。OK， 咁我曬翻一個一般式俾大家睇。OK。好，咁計完之後咧 ，x 就會等於5，或者 x 咧就係等於-18。咁啊，成條題目講完噶啦，咁好多謝大家啦。呢一個咧就係calculator program 嚟嘅，咁有興趣可以入下啦。就係講呢個 simultaneous equation 嘅。好，咁就另外仲有就白頭宮女話當年啦，就2015年嘅第十條，睇睇發生啲咩事啊，都係 A2 啊。OK， 係咪好熟口面咧 ？OK， 咁啊，第一 part 熟口面，第二 part。第二 part 都是做一些很簡單的加加減減嘅啫。好，咁啊 B 嗰度咧係做一些驗證一個係咪 integer 嘅問題啦。咁佢就考翻 n 呢一個嘅 assumption 係咩啦？好，有興趣可以去翻該年睇翻啦。好，覺得有問題揾我，如果你覺得我個 work 係 helpful 嘅話，咁麻煩你幫我 share 出去啦。啲字經文送俾大家，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嘅知識，神卻教咗你生命。有緣嘅，劉華士大間教會見，拜拜。